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峰会，会面的地点和时间都吊足了国际胃口。韩联社今天报道，韩国民主党前国会议员崔载成表示，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于6月13日在新加坡举行峰会，双方可能在前一天抵达新加坡。新闻时事报记者黄仁杰整理报道。